就算他是清白无辜的，倒也不能反咬一口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或许相爷为人也未必如你我所见的。文大人平时最看不惯相爷飞扬跋扈，怎么今日……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出发了，告辞。爹。 文大人，保重。后会有期。。冬月姐，冬月姐，这么巧。我刚要走，你们就来了。你是看我们来了才想走的吧？冬月姐，我们可是找了你半天了。你送完文大人一直不回府，你就不怕相爷担心你吗？连你们都记得我不开心的时候会来这里，他却把自己说过的话全都忘了。你还在生小叔的气呢？小叔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的。啊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秘密啊？我发誓，我对你真的没有任何隐瞒。其实我也觉得冯熙并非存心加害文大人，他或许另有安排呢。可是，他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？相爷他不愿意说，你这样想下去，不也是自寻烦恼吗？而且相爷每次瞒着你，不都是为了你好啊？嗯，好了，你们两个。别再操心我跟冯熙的事了，聊聊你们自己吧。冬月姐和相爷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，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啊？是啊，还是像我们俩这样最好，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，简简单单的，多开心啊！瞧把你得意的，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啊？以后的事情，谁说得准？这有什么说不准的？我才不会像小叔那样呢，什么话都放在心里。我有什么话？
都会告诉你。我看你没少跟你小叔学坏心思。这么凶，看来当初教你武功就是个错误的选择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其实吧，我是说，我这些坏心思。 也不完全是跟小叔学的，男人不坏，那才奇怪。等等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在卢川最新一期的小杂刊上找到了一个趣闻，特地来跟你分享一下。什么趣闻？ 你看，话说有个身为右相的大男人，为了心仪的女子，竟然在胸前纹了一朵花。这次你又编了个什么故事啊？怎么是我编的呢？如果你不告诉他，卢川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再说了，这冬青花的故事又岂能公之于众？我专门找人在这胸口上刺了冬青花。 就是为了时刻把你放在心上，怎么会骗你呢？你胸口的冬青花，是你专门找人刺的？啊？怎么了？别人摸我你不开心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胸口的冬青花，真的是你专门找人刺的？ 那是我亲手刺上去的。你亲手？之前你在月圆说的话，我就觉得奇怪。直到我在你房间发现了这个，我才知道，你一直都是在看画册里的内容，你根本就没有恢复记忆，你一直都是在骗我。我只是想让你开心，不想让失去记忆。 冬青花，刺青，我怎么没有记下来呢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，没想到却把你伤得更深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就是不让我想起？
你来看我了，我记得你的名字是由这冬青华而起。我不知道我遗漏了多少关于我们的记忆。如果我不能记全的话，你会不会再一次的离开我？ 那就让他离开好了。是你，冬月放弃你多少次了？为何你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？他从未放弃过我，旁人是不会理解的。那我呢？ 当初若不是我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为何我这么多年的守候，在你眼中一文不值？我记得你的好，也记得你的恩，所以才一直容忍你。在我失意的时候，你骗我，我不追究；你毁了月圆的门牌，我也不追究。但你不能再一直这样下去了。我记得之前一直跟你说。 仿佛随时你的容身之处，但你一直是自由之身。以后无论你去了哪里，需要什么，只要你言语一句，我什么都可以满足你。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只想留在你身边，我只希望你心里有一个我的位置。可我的心里只有冬月一人，无论他在不在我身边，我的心意都无法改变。 就像这燕窝羹一样，就算别人做的再好吃，也不是我想要的。玉蓉，希望你早日放开，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相爷，是要赶我走吗？放下吧。 相爷，相爷。 是的，列祖列宗在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如今大业将成，相术已到，所有对不起我们明家的人，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。
到时候，我会用您送给我的礼物，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 叫你不老实，旧伤又复发了吧？该换药了。你还有心思给我换药呢？你又在说些什么胡话？你不是要忙着照顾那个小丫头吗？文心啊，文心她有卢大人照顾啊。哼，你和卢大人轮番的照顾她，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一家三口呢。 你有伤在身，还起来偷看啊？我这身上的痛哪比得上心里的呀？嗯。哎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！你是要了我的命啊！疼疼吗？疼疼！疼！住手！疼！住手！住手！我和卢大人是兄妹关系，你以后少吃这种干醋，不然有你受的。 你当初还不是把我当弟弟吗？哼！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和卢川结拜为兄妹，我就信你。啊！窦老兄，你这一大早弄什么结拜啊？怎么，紫渊姑娘肯把你当做兄长，你还不领情啊？ 快开始，跪下！刘川，你就配合一下吧，啊！快点儿，跪下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哎，你先别跪，嗯，慢点啊！哎，我，开始了啊！ 跟我念，我卢川紫渊，虽为异姓，但既结为兄妹，今后有福同享。我卢川紫渊，虽为异姓，但既结为兄妹，今后有福同享。乐必同乐，虽不同生。哎，等等，不是有难同当吗？闭嘴！谁跟你有难同当？虽不同生，天地作证。 山河为盟，乐必同乐，虽不同生，天地作证，山河为盟。我怎么觉得这么像拜天地呢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来，喝了这交杯，呸，喝了这结拜酒。 你们就如同亲兄妹一样，做兄长的要处处让着妹妹，只可远观，不可逾矩，不可多言，不可……等等，为什么做了兄妹比做朋友还疏远啊？少废话，快喝！行了，走了。哎，等等等等。 那谁收拾啊？说了做兄长的要处处让着妹妹，当然是你了。啊！冬月姐姐，我收到爹爹的信，他快回来了，我去接他。放心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 文爷来信说，在蒙山郡发现了福远山藏的降书，还想方设法拿到了降书。如此轻易得手，会否有诈？也不知道这降书是真是假，还是先让他把降书带回京都再说吧。你去这信上写的地址，接他。
务必小心。是。 回京的车马都是从这条道上过来的，你就顺着这条道一直走就可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喽。嗯，谢谢大叔。哎，好嘞，跳。你有没有见到文心啊？就前几日来府里那个文家千金，一个小女孩。没有。 拿到降书了，嗯，那就送文大人一程吧。好，把事情做得漂亮些，你一个人去，稍加阻拦就好，要确保降书到太子手里。既然是要给太子，为何要阻拦？太子看到我们想要夺降书，一定不会想到是我跟文烨合作，才会相信这降书是真的。知道了。 殿下，冯府那边有动静了吗？冯熙已派出心腹往文大人的回城路下而去，跟我走。是。冬月，冬月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那我进去了啊。 肯定又去找那个小丫头了，这么大的事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？文爷拿到降书了，嗯，那就送文大人一程吧。好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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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冯熙的走狗把人劫走了，知道我的来头还敢顽抗？哼，论来头，还轮不到你夸口。上！既然太子的人到了。
叔应该安全了。保护温大人走。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把降书交出来。左相果然一直欺瞒殿下。杀！文大人，一定要把降书交给太子殿下。啊！快走！那些人是坏人，他们要把爹抓走。文心，你在里面好好待着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好。撤！撤！撤！文心。是吧，文心？我没事。快走，走，走！追！快追！无论你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千万别出声。爹，发生什么事？听爹的。嗯。快进去，进去。文大人，不用我们动手了吧？把降书交出来。降书在跑的路上已经丢了。求大人放小人一条生路，可否？我看文大人坐在这儿一动不动的，还以为你把降书藏起来了。绝没有，
小人只是腿受伤了，行动不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绝不敢隐藏相术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送大人一程。 干得漂亮！太子殿下这个傻子，说什么啊？没有我的人，只有他的人，就连老夫我也。陛下仍健在，他竟敢，好似他已经登上了龙位似的。 清晓，清晓，醒醒，清晓，醒醒，我们回家了，清晓。
秦霄也死了，你怎么解释？难道你真的相信，道乐杀了他们二人吗？还不知道剑穗放在尸体上，用这种手段嫁祸于我，未免太儿戏了吧？你派人半路拦截瘟疫，劫取降书，如今瘟疫和我派出保护他的秦霄皆已身死。 我问你，你究竟如何解释？若不是我在人丛中阻拦，你怎知文烨手中是货真价实的降书呢？若不是你处处猜忌，我和文大人何苦演这出贪污被贬的大戏？一来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二来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拿到降书，再借由你的手交给陛下。今日的事。 确实是我不守不周，但杀文烨的人绝不是我。我是收到了文烨的信，但如今降书下落不明，其内容更是无人知晓。我不想再与你多费口舌。冬远，你信不信我？ 文大人一死，我不会再信你。冬月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冯曦，你与文烨的计划也好，赢家的真相也好，如今你空口无凭，无法做出公断。 文烨和秦霄的死，你脱不了干系。你必须跟我去一趟大理寺。若是我不去呢？够了！你们还嫌今天死的人不够多吗？
色。